過往嗰五日嚟講，有七成幾係買入，兩成幾、三成幾係沽出。今日亦都如是，主要嘅成交係集中咗由四個半，而就係45蚊呢個水呢、這個範疇。咁我哋如果睇翻佢嗰個係價格嚟講咧，就係信義能源，佢係嚟到呢度，再跟住調整咗，應該再跟住上去。嗱，上去之後會唔會開展一個新天地，抑或係再就喺呢度再跟住跌翻落嚟咧？咁我覺得始終仲係需要暫時係觀望一下。咁可能咧，可能係需要喺現水平咧作些少整固嘅。咁所以因此係需要作啲觀望。咁啊，如果你有貨嘅，就唔需要沽住持有先啦。咁就以呢個係支持位51蚊到嚟做你嘅係止蝕位好啦。咁啊，再其次嘅咧就上面嘅阻力咧，應該56蚊到。